这根银针到底能坚持多久？七天。我们店被人包了，您还是到别处吃去吧。我也是东家请来的客人。催命鬼，给你们下了蛊毒，还有你们，我们大家谁都活不了。才是真正的催命鬼。我老婆子要杀人，还用得着找你们这帮废物吗？估计你们今天。 谁也离不开这间屋。真正的催命鬼还活着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他为什么杀人。